第题五啊，假设阿瓦粒子的速率是V啊，阿瓦粒子的速率是V啊，对金哦原子序哈、哦、是等于那个79啊，对金靶哈、哦、能接近的最短距离哈、哦、是 R 零，啊对金靶哈、哦、能够最近距离是 R 零啊，哦直接撞过去的时候 R 零，则同样的速率哈、哦、是那个。这什么东西啊？这是刀吧？哦、刀的话是 H 呢 ？H 这个多少啊、哦？原子，这原子序写在这里啊，一，啊这原子量是二，哦，撞击乙原子，啊乙原子的话，这金的话是79，哦，啊这个的话银的话是多少呢？银这是等于47的，好、哦，好、哦、然后撞击啊。哦其能接近是最短距离的话是多少哈？它是同样速率哦，它的速率是 V， 它的速率也是 V 啊，那能够最接近的这个最短距离多少？好，我们现在来看哈，这个的话呢是二分之一的哈 ，m 阿尔法 ，rv 平方，这得多少？这是。R 零分之 K Q Q 嘛，那 Q 的话呢，它阿瓦粒子哈是吧？阿瓦粒子是等于原子序是二嘛，然后呢，金的原子序是79嘛 ，K Q Q 嘛，那一的平方嘛，对吧？那这个的话呢是刀的，二分之一呢 ，M 多少呢 ？H 呢？哦，二了啊 ，V 平方了啊。这等于 R 哦 H 好了，二分之 K Q 哦 Q 的话是一，它乘以47嘛，对吧？一的平方了，好、哦，那速率一样嘛，那我就把它给一除好了，一除的话哈、哦，这个写4嘛，它这写2嘛，一除写2嘛，等于多少呢？一除的话等于 RH 除以 R0 嘛，乘以多少？一除了79，它除以47，哦对，啊这还有个2哦，2除1，2了，等底，这样能不能整除啊？所以呢，这 R 去掉一个了啊、哦，所以 RH 等于多少呢？是等于79分之47啊，等底。啊、哦，最接近的距离是多少呢？大概 0.6， 看看对不对？47除以79，零点多少呢？67 42，96 54嘛，即42 17，差不多了。哦，0.6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啊、哦。